十年之後的我做緊咩？吊奶奶咯，講下咋。其實我對媒體工作好有興趣，我要做主持。無論在哪一度出現，我都希望帶正能量俾你。各位巴斯達，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阿 B。2025年話咁快又過咗大半啦，各位唔好再瞓，快啲起身，醒啦喂！